腰椎那边。啊？没调开一个面在这里，因为要不然从那边没有面会拉进去，所以这边就关掉。关掉了。对，因为这边有那个全部的电子。好吧。但是然后我们就被那个机会。对啊，我们要开会啊。再会。我们十二号。主教公署西乡托马斯堂要升修电梯，在新时代来讲呢，是需要的无障碍空间，让很多老教友，很祝福you，让很多老教友能够很方便的来上教堂，在老化的人口上是需要的。苗主教还有李木瓦神父，他们刚才都在讨论这个地方以后要盖电梯。